那我来，恢复点啊，这边打二 ，A 闪一，走，再买一个摩洛之石，发起进攻，发起进攻，刷他刷他刷他，换我来找到大家，来，七内，那拿一个他的那个兵就很合理啊，拿完之后再拿回去。肯定回去不好拿，算了，回中路吧。先还回中路。用真心说再见，就会真的再见面。打个一，啊，走，抓一下那个吕布，发起进攻。吕布他死定了，我有闪现的。啊，哥别这样，路过路过。哎，不是他，我把他杀掉了呀，真的。不是凯的话，我把他杀掉了。先买个魔道之石啊，这边点个恢复啊，点个恢复，点个血包，这个血包快过来。还是两个兵，我要再清一波。哥，这边两个啊，还是两个，别急，稳住。王昭君应该可以杀，二一起手。都能杀掉了，再买个回蓝项链。请求集合，请求集合。稳住啊，这边我要再清个线。就会真的再见面。抓，发起进攻。你失血，你怎么走？你怎么走？你怎么走啊？坐下，双杀。我现在看能不能拿一手啊？得，我得撤了，我得撤了，我得撤。差132回闪。看能不能抓？发起进攻，真的再见面。打个一，得。你失血。我的建议是把这个血包给吃了。吕布半血的话，我们这边还能清个线啊。他84回闪，我这边靠过来。打个一，可以，对，哦，再买个帽子，打波闪现都，下路三个，上路两个，伙伴是不在身边，也相互想念。哎呦，踩到狗屎了！我觉得这一波的话，我要再清个中线好一点，上路两个，下路中了一个王昭君。别急，我要清个线，走，插个帽子啊，先扒，插个帽子，发起进攻，发起进攻，喜欢大家，打个一，主宰共军将领，你坐啊，防御塔部队消失，弩车出击，中路我得靠一下，这个凯的话，走了，中路三个，中路三个，请求集合，不用，再买个速度点击啊，每个人。都可以在人群中闪闪发光，让他先听，他听了我再听。大哥 OK， 看我了，这把估计还得拖一下，感觉经济还是有点小低的，稍微拖一下经济应该好打很多。伙伴注意一下姜子牙的位置，我来了，也相互想念。打招，杀王昭君，他死了。听完这波线的话，回中路啊。啊，撤了，走，回中路。先买个大棒，把中路线处理了。一人大招。怎么？我要撤了，我要撤了。请求集合。他370，我得往这边靠一下。他应该死定了。nice， 细节平 A， 恢复点手，这样的话可以吃，我靠完了，别，凯哥 shut down， 你凯爹还是你凯爹，买个云林木，这边往中靠，都可以在发起，追一下黄忠，追一下黄忠，我来了，发起进攻，杀，发起进攻，三个应该可以杀，1、2、3、4、5，五个，请求集合。完了，没了。我感觉我说我绕过去把吕布给杀了，你觉得合理吗？
吕布残血了，我要把这线清了。哥，再买个鱼鳞墨啊，还差580，我得稳住一波。星球换来的故事里藏着同一个心愿。哥，我要撤了。黑素点手，打个一手撤。再买个宝石，把这个线处理一下。哎，哥，156啊，差156。请求集合。中路两个，这边两个。我的建议是先进线。大招。再买个西游法杖啊。香香的话先不用管，先往这边跑。请求集合。我们往程咬金那边钻吧。不用躲藏，每个人都可以在人群中闪闪发光。发起进攻。程咬金没有狂暴了，先走先走。凯来了，凯来了，快走快走。你保证我先走了。你保证我先走了。来。哎，打这个程咬金，你打谁呢？也行也行，也不亏啊，也不亏。孙耀祥帮我清中线，我这边往上抓。走，拿输出哦，不不，拿河蟹。开始撤退。走。一二三，走。聊了，阿姨走，注意一下吕布的位置。不用躲藏，每个人都可以在人群中闪闪发光。再买个大叔啊，买个大叔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请求集合。靠过来，靠过来，靠过来。是亲属再见，就会真的再见面。没了。小老虎直接嘎，我靠，这老虎好嘚儿啊，这老虎会不会玩啊？快走快走快走，太危险了太危险了。这吕布应该是谁？先杀个吕布。哎，请求集合。我靠，对面要一波了，快快快。不是喜欢大家。这么顶吗？哇靠！哇，他这个伤害好顶啊！我要回个血，回个血。中路，中路，中路。请求集合。集合，集合。请求集合。是不在身边。杀王中军。走。好，剩下的交给老虎就可以了。我这边把线清了。俺二哥，恢复点手，对面回家补个血啊！买个大叔，喜欢和被喜欢是我们最好的羁绊。我得撤了，差800大叔啊！稳住一手，别着急。一技能大招，还是神奇的力量。伙伴是不在身边。开始撤退。这个凯的话，程咬金先走一下啊，我得靠过来。得先把这个凯给解决了。差80大叔，稳住。发起进攻，发起进攻。不用躲藏。每个人都可以在人群中闪闪发光。大招，来自何时？再买个血族之书，稳住啊！这边的话，把这个拿了。来，拿海水。哥，程咬金撤了，程咬金撤了，开始撤退。气球换来的故事里。藏着同一个心愿。
哎，你坚持住，我来，陈小金。没关系的，我在的。来一个，杀一个。来来，还有谁？李思雪。哎哎，加没了！哎哎，加加加！我靠我靠我靠！请求集合。我靠，这我和水池正在被攻击，差点加被偷了，真醉了。我先听个消息啊。大招，再买个四神之书啊！没错，发起进攻，发起进攻。大招二技能。还差400，稳住啊！我要把这边靠一下，听个听不见。哎，剩半血，我靠！追着我打什么意思啊？来，再追一个看看，你还敢追？来，分叉了，大招分给王昭君了，不然的话我必杀的，真的。这大招要是没分叉，王昭君必死。完了，炸了！就剩我跟姜子牙了，这怎么守啊？这黄忠这么凶啊！这一波看来很难啊。OK， 没事没事，秒了秒了。他们家王昭君，哦不对，他们家黄忠被我秒了。那随便打，他一死随便走的。把这个踩了，听不见。打招，走。回中回中，请求集合，请求集合。见面了，听个线。走。再买个复活甲。10-3，这边的话探个草，没人，走过去，打个一，请求集合，二技能控制，走，再打个一，大招，注意一下吕布的位置，打一技能，不回他了，烦耶，他死定了，耶。起飞起飞，发起进攻，再往这边靠，这边这边还能发一波。发起进攻，没事，让他动啊，反正也没人。哎，闪早了，我靠！回家回家，家好像没了。来抓黄忠，发起进攻，发起进攻，也相互想念。我得往这边靠一下啊，往陈小金这边靠一下。发起进攻，发起进攻，换我来找到大家。不行，我要把这个炮车给拿了。来自天使的力量。回家把那个蓝 buff 再拿一手。是真心说再见。这复活甲有吗？买一手，靠过来，发起进攻，发起进攻。注意凯的位置啊！注意凯的位置。算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每个人都可以在人群中一二三四四个，发起进攻，看能不能抓，发起进攻。好，你秒了。我靠，我这个位置很尴尬呀，我这个位置啊，这个拿一下，能抓吗？发起进攻，秒！哎，不回来吗？这黄忠不回来吗？不回来，水晶没了。好吧，他不要水晶啊，没办法。